5毛钱的花生米用开水浸泡5分钟，沥干水分加入10三香和食盐，翻拌均匀腌制1个小时。锅中倒入1袋食盐，放入腌好的花生米，掀开中火炒，炒到食盐脱落再转小火，炒至干香酥脆，用漏勺漏去多余的食盐，食盐可重复使用。这样做的花生米酥脆可口，香味十足，赶紧试试吧。